期的殿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开启这场说走就走的奇幻之旅吧。首先登场的是我们的暴力谋天使，他是一个充满潜力和挑战性的角色。通过本次暑期改版，他以全新的面貌站在了我们面前。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暴雪的激情，也体会到了暴力谋天使独特的魅力。用他的到来为我们带来无尽的惊喜与感动，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他的引导之下勇敢追寻自己的梦想与冒险。现在来到大家眼前的是路西德，作为冒险岛游戏当中本性超凡的 BOSS， 路西德在他可爱软萌的外表之下，隐藏着能够自由创造梦境以及偷看他人梦境的强大力量。他这么多梦境与真实无异，让更多的冒险者们深陷其中。相信不少玩家都找到了人路西德的梦境之中吧。现在来到大家眼前的是杜希德，就带过来的是我们的伊特拉。作为战神的他，虽然失去了自己的力量，在游戏当中，我们的玩家扮演着他。帮助他在进退高空等当中找回自己失去的力量，逐步揭开背后神秘的面纱，探索世界的真相，感受游戏的乐趣。接着过来的是赛伦，作为天族的他，在独自守护着天族战士们的剑刃，剑刃不是代表天族战士们的意志，但是帮助了南尔摩尔的利用后，不断游历世界寻找真相，一个没有能收的子弹。关于赛伦，接下来的剧情可以在我们最新的实况版当中进天宫来体验啦。接下来闪耀登场的是我们的精灵射手风灵天使，他的每一次挥手都仿佛与大自然的脉动共鸣，他的每一件射穿都蕴含着风的速度和自由的力量，而他的作品永远指向正义和光芒，指引着我们对自由的热爱和敬畏，在漫长的旅途当中书写着自己的传奇。接下来登场的是岩术士，这位受到火之之名是一只舒服的魔法师，以他无与伦比的战斗之术成为了无数玩家心目当中的英雄。随着他的步伐越来越近，我们仿佛能感受到那股来自远古的火焰之力，每一步都仿佛点燃了空气当中的热情以及希望。接下来闪耀登场的是《春秋黄昏》的女明星阿秋，作为飞机的二次元女人形象，我们的阿秋所是活力满满，热爱天空，向往自由，这是阿秋的愿望，相信也是在座各位的理想状态。在这个幻想的世界里，给自己安排一场轻量化的旅行吧。世界朝上大道无所谓，乘坐春秋航空，一起去迎接属于自己的轻松生活。
我们的布雷斯老家能得对他们带来的惊吓表演所折服。我是冒险岛20周年庆活动主持人西西。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九奈雨夜。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和大家相聚在此。好，今天的活动由我们两个人来一起共同主持。特别是我知道今天的活动还来了很多的重要嘉宾，让我们送上祝福，真的是非常的期待。首先，我们邀请到的是冒险岛最早的职员——先任职社区游戏副总裁，以及我们的红娘工作室总经理吴婵君女士。相信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她一定有很多话想要对我们说。掌声有请，欢迎你。感谢各位，我是吴婵君。今天非常激动，冒险岛20周年了。我想说，我其实每次每周年我都会来，我都说我是 GM001。非常感谢大家20周年一直以来的陪伴。我们和冒险岛一起见证了成长，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就如我们的主题一样，念念不忘，冒险远航。后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继续重新出发，走出一个新的冒险旅程。希望我们老的用户继续陪着我们，我们也希望新的用户加入进来，也一起陪着我们。我想说，冒险岛加油！好，冒险岛加油！非常感谢我们胡总的支持哈。那么接下来呢，这位重磅嘉宾也有好消息来宣布，那我们请胡总先稍作休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有请上海老凤祥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经理卢金先生为我们带来致辞。好，掌声欢迎。尊敬的胡总，各位嘉宾，各位玩家粉丝，大家上午好，很高兴来到我们冒险岛20周年庆的活动现场。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聚会，看到这么多热情洋溢，闪耀着青春光芒的玩家粉丝，我跟你们在一起，我感到很开心。冒险岛呢，作为一款经典的网络游戏，多年来也积累了众多的玩家粉丝，特别是年轻用户。那么老凤祥呢，是有176年历史的金字招牌，我们呢是中国珠宝首饰业的头部品牌。那么我们现在最看重、最青睐的就是我们的年轻人群。这两年呢，我们有很多新的 IP 合作内容在开发。那么我们这次跟冒险岛的这款产品已经是我们和盛趣公司的第二次握手。老凤祥的经营理念呢是共进、共赢、共享。我相信我们双方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可以共同提升品牌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未来我们还会有更多、更深、更好的合作项目，给我们的年轻用户带来更多的优质体验。最后，祝冒险岛20周年庆活动精彩纷呈，圆满成功！谢谢大家。好的，非常感谢卢总给我们送来的祝福，然后也请卢总在台下稍作休息。我们今天的惊喜呢，真是一轮又一轮，不光有我们冒险岛的纪念机票作为礼物送给我们在场的各位。据我所知，我们春秋航空品牌部经理顾珊珊女士也要给大家送上惊喜大礼，掌声有请我们的顾珊珊女士上台。大家好，那首先先祝冒险岛20周年生日快乐。然后呢，春秋航空呢，在很巧也是在前天7月18号刚刚度过了它的19周年生日庆典。那我们
有一个非常好的契机，能够和冒险岛在这两年进行深度的合作。刚才大家也看到，我们已经有一个 IP， 国内首个航司 IP 形象阿秋金阳，刚才在台上已经大家见面了。所以作为一个年轻人非常喜爱的一个游戏公司，还有像我们也是愿意和年轻人一起贴贴的航空公司，希望能够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深度的合作和互动。那其实在这两年时间里，我们已经带了一些玩家在天空中举办了一个主题飞行航班，然后在航班上或者是在活动的动漫现场也给大家送去了很多的机票福利啊，礼品福利。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到那边的展台和我们的阿秋一起贴贴打卡，然后在网络上面去领取一些春秋航空的精美礼品。今天呢，也是能够一起在动漫的这个盛世里面一起共创共赢，我们也为大家带来了五张国内可以全国飞行的航空的机票。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在这个现场一起驻守，等待我们后面的领取大奖。那最后祝愿冒险岛20周年生日快乐，让我们一起想飞就飞，冒险远航，谢谢。啊，感谢顾总送来的福利啊，也请顾总稍作休息。好，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物质性的福利，比如说要送机票啊之类的，那接下来其实我知道在场的观众朋友们还期待一个精神奖励。好，那么大家是什么？是什么？好，我看到有人在下面说了，好，那就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嘉宾。好，那么有请我们的这个知名 coser 卡琳娜来到现场，作为玩家之一的她也将和我们一起度过这美好的下午哦，欢迎。好，那有请娜娜跟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叫 Karina， 很高兴来到这里 to celebrate the Maple Story, the birthday of the Maple Story. 娜娜说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庆祝本次冒险岛的生日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玩得开心。我们给娜娜一些欢呼好不好呀？让娜娜听到你们的声音。对，我们粉丝朋友们，非常感谢娜娜的到来。那就如我们刚刚所说的，今天要让大家开心，那么我们将有一个特别的仪式啊，我们来启动这个开心的起点。好，那让我们用更加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尊贵的贵宾们。好，那我们贵宾分别是世纪华光董事长助理、公关总监胡鑫先生、盛趣游戏副总裁、恒牙工作室总经理吴婵君女士、上海老凤祥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经理吴金先生、上老凤祥首饰研究所总经理高启峰先生、春秋航空品牌部经理顾珊珊女士，和我们的玩家卡琳娜女士一同上台，为我们的冒险拉开序幕。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让我们携手共同启动这场冒险的奇迹。请各位嘉宾们把手轻轻地放在启动装置上，回头我们去倒数准备。哇，真的是太棒了！那么有请我们的嘉宾们移步我们的台前，我们留下尊贵的合影。好，摄像机老师准备给我们的嘉宾老师进行一个合影留念。
随着我们光芒的闪耀，我们新的冒险之旅已经翻过了珍贵的一页，那么我们也将再次起航。好，我们感谢各位嘉宾送出的祝福。好，在摄影师拍完照片以后，也请我们的其他嘉宾在台下先稍作休息。但是我想请我们的胡总经理和娜娜留步。好，有请。可以看出来我们台下的各位小伙伴们都特别的热情，很喜欢我们的娜娜。我们娜娜可以先留步在台上。在20周年特别之际，我们的冒险岛和老梦想合作推出了纪念金票，作为周年庆有限定礼物。今天呢，我们的胡总经理也把这个特别的礼物送给我们的玩家代表卡琳娜，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递上这份特别的礼物。我们的纪念金票呢，也会跟着官网周年庆礼包一起发送的时候赠送给大家。随着仪式的启动，我们的购买渠道也同步在官网上线了喽。小伙伴们，可以现在去我们的官网来看一下。好的，也请我们摄像机老师为我们留下个值得纪念的一刻。好，那我们好，嘉宾老师和娜娜都可以往前站一点点，站到我们的红点的位置。对，好，摄像机老师准备。这么大，你们抽一个给我。好的，谢谢我们的娜娜和我们的顾总经理啊，也请我们两位在台下稍作休息。好，辛苦。啊，听到我们这个纪念金票的礼物这个好消息，我和雨月想赶紧下去抢购了。那么现在的舞台就交给我们的各位读者吧，走快走，我们也去抢购。啊，我们也去抢购，走快，接下来是大家期待已久的表演时间，请准备好你们的耳朵和心灵，因为接下来大家将听到那首让人心情澎湃的《奢令号》，让我们把耳朵和心灵一起放到这美妙的音乐当中，感受那份来自心底的憧憬吧。在阳光光照着我的肩膀，挥着车来朝着跟你向南边。停不下，我正在等你，一步步靠近，感受着你真心的回忆。那瞬间，我好安静，是我的安静。就像紫色的细雨，在远方消失，化成水晶。心不知不觉变成了你的心，山顶山顶就像开下星星，可不可以这样恋爱心情，守着你没有地方想念你，我在哪里你躺在我心里，管不上雨一秒在一起来占满你。 I'm your shining star, you're my star, you're my star, 就像星星谢谢。
梦想梦想有我自己，去吧去觅，迎接每一个甜蜜。I'm your daydream， 轻轻说 It's your story， 看你像一片紫色，像这沙海而美。You let me fly， 与你面对要向前进，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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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真的是太精彩了！七七去抢我们的这个飞机票还没有抢购成功，那么让我偷偷的趁他不在跟我们的娜娜互动。 OK， 那我想看距离我见到娜娜上次已经过了过了一天了好，那么每一次我们娜娜的造型都可以给我带来全新的感受，特别是今天这个轻松可爱的类型。那我也想请问一下，娜娜是有什么心意放在里面呢？ It has been one day since I last time to meet you. And every time you still bring some new feelings, especially today still, which is so relaxed and cute. I want to ask you, like, what idea are in it?They have a special outfit for the MapleStory happy birthday, right? So I'm happy here. And I created this outfit specially for the anniversary. Oh, 娜娜是为了我冒险岛二十岁的生日特地准备了一个生日造型，她也是以一个玩家的身份来给我冒险岛进行一个庆生活动。同时娜娜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个装扮。那么现场啊，冒险岛这么多 coser， 刚刚像跳舞的呀，还有我们走秀的 coser， 那娜娜最喜欢哪一个啊？ Like there are so many coser to cosplay from the MapleStory. What do you like the most?Recently, I saw the Angelic Booster. Booster is very unique and very unique personality and the outfit. I like it very much. 刚刚看到娜娜说她很喜欢那个 Angelic Booster 这个角色，她跟她一起互动，她也非常喜欢，就是刚刚跳舞的那小妹妹。那无论的造型还是她的性格，都非常有特色，非常能代表这个游戏。好的，现在我知道我们冒险岛在端游国服。已经运营了20年了，那我想请问一下娜娜，在今后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冒险岛说啊？ MapleStory has been operating Chinese years, and at this moment, what do you like to say to MapleStory in the future? I wish MapleStory to every day grow up and create more cool and cute characters and grow the audience, make everyone more happy, and let more people understand the cuteness and the relaxing part of this game. 我们娜娜作为我冒险岛的玩家之一，当然是希望我冒险岛游戏可以越做越好，那推出更多可爱、帅气、美丽的角色。那么同时也想要更多的观众知道我们的冒险岛，喜欢上这一款休闲又有趣的游戏。那娜娜作为本次冒险岛20周年活动的嘉宾，那如果下一次有机会参加冒险岛的活动，你有什么想 cos 的角色吗？ Like if you have an opportunity to take part in a game of MapleStory, next time, do you want to cosplay the other character? You know, I'm Libra. It's very hard for me to make choices. I like them all equally, so it's really hard to make one choice.
娜娜作为我们冒险岛的玩家哈，是玩了很久。他认为里面很多的角色啊，非常的多样性，也很酷，也很符合他的审美。无论是可爱的、酷的、帅的、拽的，都非常喜欢。但是我们娜娜有严重的纠结症、选择困难症。他说：“我很难去选择哪一个，都想尝试一下。”大产粮食时刻哈。那么我看到其实下面一些粉丝哈、都是比较安静的，默默拿他们的手机拍我们的娜娜啊，原来不内向啊，原来都噎着呢。好、那看到像很多粉丝这么的开心，很多人都是为娜娜而来的，那么我也希望说他跟粉丝一样，希望你能鼓励一下他们。 Many of their friends actually quite shy Not the girl. And many of them like come for you, and I help you to give them some. Okay, good. Did you get it? 这里也有很多 iron. 我也是一个 iron. 黑人大集合。但是我I can pretend to be E. So don't worry, I will be E for you. 娜娜是一个典型的 I 人，但是不要紧，娜娜将在舞台上给大家带来一个很 E 的状态，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哇！果然 E 人是有好处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将跟粉丝有一个大合影的环节。那么呢，在这充满奇幻与梦想的土地上，每一位 poser 都是那么的独特而闪耀。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和华丽的装扮，为我们编织了一个又一个美好的梦想。好，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邀请我们的 poser 以及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持人七七上台来。好，他们将是今天大合照中最亮丽的风景线。好，当你站在舞台上，不仅代表着我们自己，更代表着所有热爱这片冒险世界的伙伴们。也请各位准备好大家的笑容，好，在接下来的每一刻都将成为我们美好的回忆。好，我们的 poser 背对我们的观众席，我们的老师将从上面拍我们的粉丝朋友们一起。
辛苦。那大家可以先下台休息。我们的粉丝小伙伴是不是有点舍不得娜娜呢？没关系，待会我们娜娜会移步到我们的互动区域，继续跟大家互动，所以不要着急。现在将会是我们的第一轮抽奖环节，大家准备好了吗？来，我们准备踏上旅程，别急，好运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现在就让我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幸福之旅吧。现在呢，我们的乐团队为大家准备了精美的奖品，那我们的第一轮抽奖即将开始。第一轮我们抽中的奖品将是我们的合作品牌方 Hockey 提供的奖品。作为境界求新者，我们的 Hockey 始终秉承着创新和专业的精神，为我们的电竞玩家带来更好的游戏体验，满足不同的玩家在不同游戏的场景当中使用哦。首先我们送出的是第一份 C4 手机散热器，这款产品呢可以让我们的手机快速降温。奖品我们一共是送出20份，分别为2次送出，每一次抽10位幸运观众，大家准备好了吗？请大家留意我们屏幕上的这个。好，准备，我们来看大屏幕，3、2、1，开始。来，停止。好，看看我们大屏幕上有没有你手上的手环呢？有你吗？好，待会我们这些中奖的小伙伴们可以到我们有活动结束后到我们的那个大魔都的领奖处来兑换哦。来，我们的第二轮，大家请准备，3、2、1，开始。来，暂停。看看我们的第二轮有没有你吗？有你吗？中奖的小伙伴可以挥挥手让我看到。哦，还有好多哦。好，第二轮没有中不要可惜。那我们来第二轮。接下来送出的礼物是我们的 G6PRO 耳机，这个耳机呢专为电竞打造，硬核金属往事和外观，用闪耀的赛事级装备武装自己，让您在属于自己的战场上肆意平沉。我们这份奖品一共是送出5份，让我们来看看是哪5位中奖的幸运观众。大家准备好了吗？来，请看大屏幕，3、2、1，开始。来，请暂停。来看看有没有你呢？好，这一轮看起来是很多小伙伴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奖品来的。好，我们今天来送第三份奖品。第三份这个送出奖品呢，是2个价值2000元的先锋级别的电竞游戏音响。是不是听到这个价值很兴奋？2000元。我们的2500音响呢，采用了2颗德州1000伏处理芯片，分别对高低音进行频率分配、响度匹配以及的动态管理。通过 DST 芯片的精准动态管理，满足了互动玩家的使用场景。让我们来看看是哪2位幸运观众中奖，请看大屏幕，3、2、1，开始。来，暂停。是我们的23号和137号，这2位小伙伴，请挥手，让我看到你。好的，我们第一轮的抽奖就先到一段落。然后也祝贺刚刚抽到我们奖品的各位小伙伴们，请以上幸运儿在活动结束之后到我们的花博部服务台兑换奖品哦。其他没有抽中的也不要着急，我们后面还有特别的大奖等着你。好，今天下午我们的冒险岛展台区域还有特别的专场活动，有冒险岛游戏内容揭秘和神秘惊喜板块。今天大家来到现场的还有我们关注线上直播小伙伴们，大部分都是冒险岛游戏的资深用户，而这些的玩家们一定更加关心，也更加期待当我们线上游戏大众能玩到什么样的内容。尤其是我们冒险岛20周年这个特别有意义的时刻，都有哪些爆点来片带给大家呢？那么就让我们的冒险岛之后来给大家一一揭秘吧。
而且今天不止一位，我们请了两位教练同时给大家保持尊重。同时，那么让我们有请我们的教练曹大叔和我们的教练戴可老师。好的，大家好，我是你们最爱的表情包毛大叔，谢谢。好，那么有请我们的另一位就是我们的蛋壳老师。有请蛋壳。我们蛋壳好像蛋壳我到你上场了。好像我们的蛋壳老师失联了。那个我们的蛋壳老师肯定是在准备一些重磅的消息给大家，那不如这样吧，先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二十周年的暑假版本的内容吧。来，那我们先看一段开场VCR。好的，请看一段二十六。让我们最具人气的反派角色和我们信心十足的战场偶像登场了，这个是双厨狂喜的二十周年人气版本，我们的美貌梦想家，看来真的是太漂亮了。是的，因为我们本次二十周年的大版本其实在六月底已经正式更新了，那许多的新闻已经成了旧闻，很多的总放白板内容和系列活动大家都已经看到知道还有玩到了，所以我们在这里也不必过多赘述，但还是要提醒大家，从六月二十六日到九月十日，整个比暑假还长的这段时间里，我们一直都有各种活动贯彻整个期间。那首先是我们看到的高能购买，还有极限传送，还有零基础梦想家。无论是追求升级效率，还是拼凑联盟拼图，或者连满全职业，这些活动都是你的最强助力。还有我们的周年庆系列主题活动《梦中的拉克兰》，为期十一周，各类活动轮番登场，参加小游戏，打卡每日签到，蹲点争议福利，每天都有充实丰富的活动体验。啊，另外就在今天。活动的大约一周前，我们又更新了一个全新的大型的副本，大家应该也知道它是什么，但是让我再看一下吧。受到了那些令我讨厌的力量，是的，是对抗者的力量，那些曾经让我陷入沉睡，现在又突然吵醒我的力量，果然是这里聚集了那么多的清醒，今天这里居然来了这么多的对抗者，我非常讨厌这种力量，你们聚在这里是想来挑战我太阳神秘特拉吗？太阳神秘特拉，您怎么会在这里？请您等一下，这其中大概有所误会。他们今天不是来挑战您的，他们只是来参加冒险岛线下欢聚的活动。你是谁？刚才有一个和你穿着差不多的家伙，
被我收拾教训了一顿，给我出场外了。你和他是一伙的吧？难道您说的是吉言蛋壳吗？吉言蛋壳的，他好像是怎么说来着？这家伙长得黑不溜秋的，还在那里嘀嘀咕咕。我以为他是在嘲笑我的肤色，想要挑衅我，所以我就把他教训了一顿。那个吉言蛋壳只是被太阳晒得黑，他应该是没有要冒犯您。被太阳晒黑的？难道他是我命他当的信徒吗？不对，这家伙被我一招一黑就给 KO 了。这么弱的家伙，我绝对不承认他是我的信徒。算了，不提他了，言归正传。你们这些对抗者到这里来是想来挑战我的吗？不，按剧情演，您和对抗者应该是有什么误会。我们冒险岛玩家，也就是对抗者，现在的最高主线任务是揭开吉伦达尔霍尔的阴谋。吉伦达尔霍尔？对，就是这个家伙，真正把我吵醒了。我绝对饶不了他。相对于对你们这些对抗者的考验，我更加饶不了那个吉伦达尔霍尔这个家伙。我可以暂且不与你们计较，不过凭你们现在的情况，想赢得了吉伦达尔霍尔，他可是连我都算计了，而且还强行唤醒了我，实力绝对不容小觑。我看你们的力量还都不行，你们怎么能够对付得了他呢？说到力量，我们本来打算要揭秘一些新版本的重点内容的。终于说到重点了吧？那还不赶紧的？好的，好的，密特朗大人。中国冒险岛迈入20周年之际，正是冒险岛进入六转的新时代。年初，六转的第一波强力技能不仅效果炸裂、炫酷，攻击范围和破坏力更是跃进式增强。时隔半年，六转的新一轮更新也终于快要和大家见面了，让我们抢先目睹一番。Thank you.
精神技能是它放置在地图上的一个放置型的防守打坏的一个技能，它随着它的等级最高可以放置三个。哦，是这样，一个600，你这样子的吗？而黄昏呢，它是每3秒触发一次的被动型的一个比较范围大的主动攻击技能。你每当在玩家每当在造成伤害的时候，它就会攻击周围的敌人，但是会与你的角色会较远，攻击较远的敌人。它的特点是比清晨对比，那黄昏的伤害会比清晨要高一些。然后索尔杨柳丝他的经验提升，我们刚才视频中写的50%是他没有完全升级的版本，等完全升级到满级30级以后，他的最高打怪额外经验加成是100%。哦，这好像是个刷怪神技嘛，这技能还有清晨和黄昏之分，看来就是致敬我太阳神的。那你们这些对抗者就好好修炼，希望你们变得更强，以后我们再给我招。那除了技能以外，你们还有什么办法让自己变强吗？当然有的，除了技能加强，下个版本我们对玩家的个人联盟系统也做了一个全新的加强，而这个加强的内容它的名字就叫联盟神器，马上就会与大家见面。我们先看一段视频吧。
关键关键还是玩家自主选择。自主选择还只给，那不是等于白送福利吗？那个这个白送福利也算也不算，因为我们简单看一下联盟神器的成长要素。想要获得联盟神器的相应的成长和神器等级的提升，是需要完成游戏内的各种体验内容的，大致分为三类：普通任务、boss 任务、特殊任务。普通任务包含每日登录签到、每日打怪任务等日常，完成后获得对应的经验，每周都会有上限。boss 任务就是顾名思义，你只要去挑战 boss， 然后去打赢它，就可以获得经验。特殊任务呢，是贯穿整个冒险岛游戏期间，完成各种目标，成就支线剧情。简单来说，就是正常的玩游戏，深入的玩游戏，保持对游戏的热爱，保持活跃，每天都来玩一玩，自然而然的，大家都会变强。听起来好像就是好好玩游戏，好运自然来，真有这么良心吗？童叟无欺，事过便知。好，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还有其他的吗？我们这边准备好的下个版本的大致新鲜经典内容就这样了。不过本来今天蛋壳还有一些小惊喜环节要宣布的，但是他被您那个黑皮啊，对了，我刚才打怕他的时候，从他身上抱出一个道具，是一个信封，我来找一找。在这里，看来这信封里写的就是节目蛋壳说的神秘惊喜。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吧。这第一个秘密消息是今日官宣公布，冒险岛确认将联动外传Cover Right。 这个蓝色的怪猫有点意思，看起来还是变化蛮多的。我也挺好奇他这个肌肉状态厉不厉害，如果他是只厉害的喵，我就收他当宠物。猫猫从卡波第二季联动确认终于官宣了，这消息我憋了好久了。我再多剧透一句，这第二季联动内容会更丰富，联动道具也更多更有趣。看你就激动了。我们来看看第二条，应广大玩家的期待与心声，下一个版本将开放神之子之恋的创建。神之子听说就是个区区时间超越者的转世传承，也好意思以神之名自称，真是大言不惭。觉得神之子很厉害吗？怎么有这么多人希望开放他的职业创建呢？神之子他非常稀有，而且他非常强大，玩法和成长线也是比较独特的，确实是玩家所期。罢了罢了，让神之子改天来找我打一架，你是必胜。那你们就抓紧时间上车吧。我们再来看下一条，全面应用角色死亡后不掉争议的设定，这又是啥？死亡不掉争议，听起来是个扶持弱小的福利，培养温室的花朵吧。你说了大人，你特别这样说，这个设定。Thank you.
牵着她，美得像诗意的甜美的书城。如果老板用上身份，一起把三个小骑士干下，车子绝对不会发疯。是你的心子的爸爸爸爸，也能被深入的爸爸爸爸，装饰是最佳的不知变成成像。是你的心子的爸爸爸爸，也能被深入的爸爸爸爸，你若是被我心愿这迷魂是无在。好的，辛苦我们的各位萌天使们。听，那是来自双胞胎的旋律，它们用歌声诉说着勇气和勇敢，让我们沉溺在这份美好之中，感受音乐世界的无限魅力。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有请到另一位重磅嘉宾来到我们今天的活动现场，让我们有掌声欢迎我们的冒险岛海外总监李尚贤先生。大家好，我是海外总监李尚贤。很高兴能与这一次跟大家相会，真心祝贺中国冒险岛迎来20周年。好的，感谢总监这次能够亲临我们冒险岛20周年线下展会。我们的冒险岛已经有了20年的历史，那对此您有何感想呢？네감사한마음이가장큰것같습니다너무나도당연한얘기지만유저여러분들께서이렇게긴시간함께해주시고사랑해주신덕분에메이크스토리가20년이나함께할수있었다고생각합니다항상많은사랑으로함께해주신점다시한번감사드립니다现在我心中充满了感激，因为有各位这么长时间的爱戴，才能有今天的20周年。我再次感谢大家对于冒险岛的支持和厚爱。好的，感谢总监。诚如总监所言，我们游戏最重要的就是20年来我们各位玩家对冒险岛的爱。那么今天给玩家们介绍了旺季两个不同的版本的更新内容，总监对于我们的更新内容是否有新的可以介绍的内容呢？是的，为了中国冒险岛玩家们借此机会，我想首次公开冒险岛改版内容。可以看出我们的冒险甲板也是变得非常的华丽，那么也可以看出我们冒险的职业变强了很多。那可以再具体的介绍一下我们的更新内容吗？네여름2차업데이트에맞춰서북현도특별한개편을앞두고있는데요이번개편은북현지검의핵심요소인연계시스템을잘유지하면서도그동안허들이되었던난이도를낮추는것에집중해서개발하였습니다오늘중점적인개편내용에대해서몇가지만간략히말씀드리도록하겠습니다即将在下一个版本更新的冒险改版，注重在维持冒险的核心要素，照实衔接的同时，降低上手门槛。对于重点改版内容，我简单说明一下。네첫번째로는초식시스템의개편입니다기존에는하나의초식에4단계로나누어져있고각단계별로침공스킬을연계해야했기때문에이부분이굉장히큰허들로작용을했었는데이번에는초식시스템초식스킬을하나의초식스킬2개의스킬로분리하게되었습니다首先是招式系统的改版，原来是一个招式技能有4个阶段，需要按每个阶段释放相应的神功技能，连招起来比较棘手。这次改版将招式分成了2个技能。네하나는주먹을위주로큰데미지를주는천계열의초식이고
나머지 하나는 발차기를 위주로 넓은 범위의 다수의 적을 타격하는 G계열의 조식입니다. 이 각 조식 스킬별로 두 단계만 순환하게 됩니다. 一个是造成大量伤害的卷土攻击为主的天招式，另一个是在大范围内攻击多个敌人的脚踢攻击为主的地招式。各招式技能会有两个阶段的循环。 네, 이어서 두 번째로는 신공 시스템의 변화입니다. 우선 스킬 팩트의 변화와 함께 보시는 것처럼 더북투가에 보다 어울리는 푸른 계열의 색상으로 변화하게 됩니다. 그리고 중요한 부분으로 더 이상 조식에 연계하지 않고도 신공 스킬을 사용할 수 있게 계속됩니다. 其次是神功系统的变化，先是在技能特效造型上做了改变，其色彩也变为了更符合不斗架的蓝色系。 在体系方面，这就比较重要了。神功技能不需要再跟着造势阶段释放了，不管陌生的造势处于哪个阶段，都可以释放想要的神功。 네, 물론 앞서 말씀드렸던 것처럼 목표의 핵심 요소인 연계 시스템을 없애지는 않았는데요. 초식과 연계했을 때 더 큰 데미지를 보일 수 있도록 개편하였습니다. 이에 맞춰서 신공 스킬 또한 초식 스킬에 맞춰서 천계열, 지계열 두 개의 계열로 나뉘게 됩니다. 当然，如前面所说的，这次改版中并没有闪出招式衔接效果，这是目前职业的核心。改版后，神功技能也分成了天和地两个系列，将神功技能与招式衔接使用时，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네, 마지막으로 신공 스킬 간의 새로운 연계 시스템인 신공 순환이 추가되게 됩니다. 같은 계열의 신공 스킬을 연계해서 사용하면 풀타임 감소 효과를 얻게 되고 다른 계열, 즉 예를 들어서 G계열 스킬을 사용한 뒤에 천계열 스킬을 사용할 경우에는 데미지 강화 효과를 받을 수 있습니다. 最后，神功技能上会添加新的提示，神功循环。通过连接使用同一系列的神功时，可以获得减少冷却时间的效果。 相反的，当连接使用不同系列的神功时，会有强化伤害的效果。 네, 이 외에도 다양한 편의성 개선과 비주얼 개편 그리고 무편 개편을 기념한 특별한 이벤트가 준비될 예정이니 많은 기대와 관심을 부탁드립니다. 此外，角色外观以及便利性方面也做了斗争改进。福利方面的话，也准备了纪念。 这次改版的特别活动，还请大家多多期待。好的，非常感谢李总监详细的说明。那么第一次把我们冒险介绍伙伴们，那更应该的可以简单的上手了，并且后期应该还可以挖掘到我们更多冒险职业的潜力。好，感谢总监在20周年发布会的特别介绍，听说你还为了我们的20周年准备了特别的礼物。 네, 맞습니다. 메이플스토리 20주년을 맞이해서 긴 시간 동안 메이플스토리를 사랑해주신 여러분들께 감사한 마음을 전해드리고자 특별한 선물을 준비해보았습니다. 시인中国冒险岛20周年，为了一直以来爱冒险岛的玩家们，我准备了一个特别的礼物。 네, 지금 게임에 접속하셔서 마을에 가보면 이렇게 테리 MC가 나와 있을 텐데요. 테리 MC를 클릭하시고 20주년 감사 선물을 입력하시면 이어서 보여드릴 좋은 보상을 받아가실 수 있습니다. 真的是非常丰厚的礼物，那么从今天起到8月2号为止的2周期间内，可以通过主要村庄内的泰月 APC 来进行领取哦，还请大家记得目的领取，记得是到8月2号就取消了哦。好，我们的奖品的话就是如上，小伙伴们记得去领哦。好，今天真的是奖品的大集合，那非常感谢您，最后也请您向我们的玩家们致下词吧。 네, 현전에 방문한 것도 그리고 또 이렇게 여러분들을 직접 만나뵙고 인사를 드리는 것도 이번이 처음인데요. 정말 너무나 큰 사랑을 느낄 수 있었던 시간이었던 것 같습니다. 올해로 메이플스토리가 20주년을 맞이하게 되었는데요. 앞으로도 지금까지보다 더 긴 시간 여러분들과 함께할 수 있도록
저희 개발팀이 최선을 다해서 개발하고 하겠습니다. 감사합니다. 这次访问深圳，还有在此和大家相会，都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今天我感受到了大家对冒险岛的庞大的爱。今年冒险岛迎来了20周年了，还希望大家能像现在一样，继续热爱冒险岛。我们开发团也会为了大家尽全力开发好的游戏内容。以后也请多多喜爱冒险岛，谢谢。 好，非常感谢李总监的发言和鼓励。那刚刚公布的福利呢，是我们线上玩家的福利。然后同时也希望您能送出一波新的福利。据我所知，我们冒险岛当中有非常多的角色深受玩家们的爱戴。也就是我刚刚也是玩家们追捧的周边。我知道您这次来也是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手办，是吗？那么现在呢，我们就送给我们今天在场的各位，大家准备好了吗？ 来，让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奖品。被抽取的是我们冒险岛英雄手办。这手办呢，有五很好看、很多个、很精美。而手办我们奖品一共是送出8份，小伙伴们请看大屏幕。开始。来看看这一轮来自中国的游戏吗？给你，好。好，感谢李总监为我们带来的第一部福利。 接下来这个奖品是冒险岛当中超级重要的角色奥尔卡之神的手办。作为黑色之翼手里的军团长，他虽然是个反派角色，但是腹黑的性格深受了玩家们的爱戴。这个奖品只有唯一一个，并且是由我们的李总监亲自发放到我们的玩家手里。让我们来看看是哪个幸而可以获得它吧。请看大屏幕。开始。 您，哎，我们的257号是哪位幸运观众呢？如果在现场的，哎，请来到我们台上，我们将送出这份精美手办给您。通过我们左手边的这个台阶上台，小心哦。 大摩波处来兑奖哦。那么在20周年的特别之际，冒险岛和老炮祥合作推出纪念金票作为周年庆的限定礼物。我相信有很多小伙伴都想要它，对不对？那么有请我们的胡总经理上台，亲自为我们的玩家们送出3个冒险岛的纪念金票。 我们的春秋航空机票大礼，好不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抽奖嘉宾，春秋航空品牌部经理顾珊珊女士上台，为我们抽5位幸运儿。我们的奖品呢，就是价值5000元的春秋航空全国直飞机票。 3、2、1，开始。
领取你的机票和我们的那个金票，好不好？哎，我们这里的50、165以及216和243号和170号小伙伴来到我们台上领取你的奖品。请发发我们的上一轮的抽奖的金票，记住我们的金票哦。刚刚大家有没有看到大屏幕记住的编号是多少呢？我们刚刚的金票小伙伴记住的编号就可以来到台上。来我们正中间，那三位小伙伴来我们的正中间。我们今天的三位小伙伴来到我们正中间，我们的波斯老师会帮你们颁发的。啊，以及我们这五位的机票中奖小伙伴们也来到台上。马上啊，还有三位小伙伴没有来到台上，还缺三位小伙伴。还有最后两位，我们的机票和金票的小伙伴来到台上哦，来加到我们自己的专属位置。哎，快点快点，来我们再上面一下，还有最后一位你的编码，他到他的专属位置。来看一下我们施老师的镜头，来记录一下这个美好的时刻。双手看看谁的速度最快，我们就邀请他上台，好不好？好，我们的各位客人们可以先到台上。我们的客人们可以先到台上，然后我们预备一下待会的比拼。我们其他的特色老师现在来到我们的台上。
轮，再来一轮，准备，来，三、二、一，开始。那位白色衣服的，然后后面那一位蓝色队，就是你摇的绿色发光棒的。然后还有就是刚刚这边的，对，现在是几位啦？还差两位，那我们再来一轮，好不好？来，三、二、一，开始。刚刚是这边，这边好像是，对，这里。来，我们的科斯老师站上一排，来，我们来选择一下自己的搭档，好不好？来，我们的。准备一下，让大家可以先来到我们台前。来，我们来逐一选择。我们小伙伴可以去找老师来参加一下哦。那左边还有两位教授老师没有配对的哦。
的辛苦，也请我们的第六子和阿秋搭档的小伙伴。
端带来的精彩演出。时间过得真是很快，转眼间我们的活动就要接近尾声了。那么在这里，我要感谢每一位参与今天活动的冒险家们，是你们的热情和支持让这场盛宴如此难忘。同时，也要感谢我们今天的所有工作人员、coser、演职人员以及我们的各位领导的辛勤付出。接下来，请允许我邀请我们今天所有舞台上辛勤工作的朋友们一起上台来，和我们一起合影留念。让我们用这张照片记录下这个美好的瞬间，共同期待下一次的相聚吧。